好看是吧？黑粉闭嘴，来还给你。但是会胡说八道这句话哈、啊，你的名字铺天的富贵轮到你，你这辈子你四餐一趟你都吃不上，我跟你讲，小孩子能有什么心眼啊？小孩子能有什么心眼？他们怎么会胡说八道？你都吃不上。小孩子多可爱啊，他们讲话就是胡说八道。以后你生的孩子，你也跟他讲说，让他跟你胡说八道是吧？好吧。是吧？然后这个金鱼大过年的肯定是家里祖坟被刨了，不然不会讲出这种就是没有家教、没有父母能叫得出来的话。大家都嘴下留点口舌，不要一张口就骂人，一张口就出喷子。这个桌角它都是尖的，好慢一点吧。
不要用，不要用。
TCH 啊。我去收收去做大，啊！迄个大家迄粒个注销的，等下等一粒电箱的，大家去注，哇！都等下。你讲电箱电？对啊。收去当当面，都上还收面。在你家讲讲两句来，我来叫吧。在浪费美颜，快呀！然后现在，嗯，妈妈，你在做？对，就直播一会儿。啊？那你妈妈不在我家？不在啦。
刚好大家就点想亲自套房了。
沟通。